啊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呢要出发来去钓透抽啦，噔噔。那时候我在台中的钓具店呢，花了100块买去，想不到意外的好用，所以今天呢就来介绍给各位知道。我们在钓透抽的时候，因为钓竿很长嘛，所以我们在扬竿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力矩，我们就会在钓竿的后面配一个配重。我们在钓透抽的时候都会带 NG 嘛，就是2斤啊，2斤半啊，然后3斤的各2颗就6颗了。我们何不用这些 NG 就来当我们的配重啊，对不对？就不用拿了那么多 NG 再拿另外一个配重，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配重的重量，合二为一，就用这个兜兜圈来当这个媒介代替我们的配重。然后这个圈圈呢，有没有？我们就去五金行买一个这个登山的这个扣环，20块还30块吧，然后扣上去，扣上去啦。我们一定都会有这种海鹰的这个插销嘛，这样就当我们的配重了。千万不要扣环再扣在这里哦，这个不是让我们扣配重的，这个是让我们扣失手绳的，这个会断哦。假如断了，配重掉下来砸到脚，那个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也有发生过这样的案例，发生过不少哦。对，所以各位钓友一定要非常的注意，真心推荐哦，没有业配哦，100块解决了我们大包小包提那么重的配重的困扰。这拖车圈它还有很多的脚位，还可以用我们的帆布拖的水管一样也是挂在这里，你在做收纳的时候都非常方便，非常值得推荐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去钓透抽啦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我们来到金山黄港渔港，我们今天搭乘福春洋娱乐海钓观光船，身份证就可以搭乘了哦。那我们看看今天可以钓到多少透抽呢？ Let's go。 今天也是钓大竹的啊，正点哦，田勇这个我们台中水饺出品的哦，好熟悉哦。哦，这样再举钓竿，你看好轻松哦，跟那佛观呢，这叫耶稣观。好，这个哦，这个快点来哦！
吃完都没办法。来了吗？真点！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观众朋友们，帮我们按赞，并且订阅哦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日后呢就能接收到我们影片的第一时间通知啦。好，那我们呢就来准备前往下一次的钓友啦！一二三 ，Let's go！